吴彦斌终于走出阴影，开展新恋情了。9月13日，有八卦媒体放出一则胡彦斌外出与美女约会的视频，疑似恋情曝光。视频中，胡彦斌在与友人们酒足饭饱后，和一神秘美女牵手又去泡吧，两人贴面耳语，还互撞身体，好不亲密。最后二人同回酒店，一夜未出。不难看出，这个女孩子打扮朴素，颜值却不俗。不知道两人是不是已经交往一段时间了呢？众所周知，胡彦斌上一段恋情还在6年前和已经退圈的郑某人分手后，胡彦斌好几次发博评价那一段感情，称其为粪坑等等。如今胡彦斌已经38岁，有新恋情很正常，相信大家也会祝福吧。是真的，就是到什么样的年龄段，就是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我是属于现在天天在这两个问题在干架的人。因为第一个，你最爱的人会告诉你这个时候你应该要结婚了，你的年纪，你的所有的一切就应该要有一个家了啊。但我内心又是非常的 rocker， 我就告诉我不找到真爱我绝不结婚。